当你一招燃爆朋友圈。三，没有错，又到了阿龙的教学环节，空白卡片变四张 A。首先呢，我需要准备一张空白的卡片，放在四张 A 的上面。接下来需要用到一个数牌的手法，怎么做呢？左手数一张，右手翻转手腕，让观众看这张白色的卡片，然后以此类推。这个手法呢，大部分人是看不出来的。最后一张的时候是两张牌，我们要做一个像刷子一样的一个变牌手法，这样把这个空白卡片稍微的退一下，放到左手的牌叠里面，就可完成这一个变牌效果。我们再来一遍，像刷子一样变牌，然后呢再把其他的牌翻过来，一二三四，四张 A 去展示，但是一定要记住这张牌不要露出来就可以了。这样学会了吗？学会以后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